在新港奉天宫上香祈福，亲民党副总统候选人林瑞雄地方拜票行程来到嘉义。林瑞雄首度表明他支持安乐死，他认为这是尊重重症患者和家属的做法。别人感觉足艰苦，生不如死的时，应该有予伊自由选择。第二，我考虑到别人的家属，因为别人家属你拖愈久，因愈艰苦。首度提到自己对安乐死的看法，不过林瑞雄也强调，安乐死立法必须严谨，否则会有弊端。应该好好立法，对咱台湾的医疗的人员，拢要上过侪，所以这代志应该好好考虑。林瑞雄说自己只是讲出别人不敢讲的心声，他相信会引起很多人共鸣。林瑞雄勇于表达，就像他来到庙口的名产店，老板娘请他尝尝新港怡，他忍不住。谢谢啊，感恩感恩。地方都感受到这位政治素人这样亲切不做作的风格。三立新闻廖国雄嘉义报道。